Hey, 大家好，今日咧就系2018年嘅9月10日，琴日就教师节噶啦，今日咧就系礼拜日嘅，礼拜一系咩日子啊？唔使讲，今日系我嘅休息日啊，今日系我嘅，我先头有重复句话，可能系激动过头啩，咁所以我话啊，今日系休息日，成日都放心人哋唔知道自己今日系休息日，咁啊系啊，咁啊真系呢个。逢正休息都是對於我來說是我自己個人的節日啦，又是同樣這個時候早上咧，睇點鐘先係9:40啊，9:40咁啊醒咗醒嚟咧就係呢個又係芝加哥花園呢度咧就係幫大家咧主持呢個談天說地啊，一時呢個談天說地嚟講咧就係我已經係主播咗有幾耐時間啦，哦應該係有。差唔多接近一年半噶啦，啊，从旧年五月份开始到而家，咁吓足足都有年半时间吓，所以咧就系我一讲到咧，每一日早上咧，我都会去呢个谈天说地啊，谈天说地咁啊，大家明白啦，我讲呢个谈天说地就系谈天啊嘛，即系谈天啊，谈地啊。談你、談我、談人生嚇，談樣樣談樣樣俱全，只要能夠想得到嘅就可以講得到，想得到講得到，唔係嘛？想得到就做得到嘛，想得到就講得到嚇。咁你只要你諗住啊，咁啊，你想諗講乜嘢嘢㗎？你即管就係喺呢個即係喺呢個節目之中，你就係隨心所言啦嚇。有句話咁咯，好似係隨心所欲啊。唔係，即係暢所欲言，所以我哋中國文化上咧就係、是、啊真係非常之啊燦爛文化嚇，佢每一個成語啊都係有個人啊有意思嘅嚇。先頭我可能有啲口誤啊，我講係隨心所欲，同埋呢個暢所欲言係唔同嘅嚇。隨心所欲就係我想點樣就點樣。咁不埋嗰個係暢所欲言、就是，就係即係你有咩嘢，你就即管啊開懷咁樣去講啊，有咩嘢嘅即管講就講啦，係咪暢所欲言啦嚇啊？咁、啊、你話我而家做節目係咪暢所欲言啊？咁啊當然咧，我而家肯定係暢所欲言嘅嚇、啊，所以不管我主持呢個節目好與壞，但係起碼我係。有呢個暢所欲言嘅嗰種啊，嗰種 feel 喺度啦嚇。每一日啊，我早上啊，咁啊，有時我上班啊，我喺部車度啊，咁樣我都會揸機機機機機揸部車。咁嗰時候喺部車度咧，我就啊乜乜乜乜乜乜，即係邊揸車邊去逛街嗰度啦。咁啊，個半個鐘頭內咧，我都係做個節目嘅。咁啊，邊揸車啦，邊揸車。邊講咁啊！我一個人揸車嘅啫，但係咧就係自言自語咁樣嗬，咁啊既做到節目又可以咁嚇車天車地啦咁樣嚇咁我覺得你梗係每一日呢、這個這個叫做記錄生活啊嘛嚇，咁包括我每日早上去上班嘅揸車嘅，都係一種生活上嘅嗰種情景嚇，所以我記錄嚇。記錄記錄再記錄、啊、或者可能我每一日即係已經係拍咗好多啲上班上嗰啲嘢，所以或者以後今後你唔會話重重複複去睇你拍嗰啲嘢嚇，但係嗰種係一種記錄嘅生活嘅一種態度，我感覺到嗰種嘢係類似於自己個人嘅檔案一樣，即係自己嘅歷史啊！即係我講起嚟係講緊自己歷史，就話我呢一年嚟，我喺洛杉磯，我所做嘅一切嘅嘢，我都經過錄像化為檔案嚟記住，嗰個係自己嘅歷史嚇。所以當某一日有時覺得啊～我想下，我呢一年喺洛杉磯係做所做到乜嘢嘢，每日就做啲乜嘢嘢。咁我有興趣嘅話，我去睇翻下。哦，某年某日，哦咁個人喺個車度點樣點，每日日都係做重複嘅節目，重複嘅嗰種嘢。咁其實有時睇落去，人本身係重重複複啦，係嘛？啊，比如係一年360日啦，係咪？有春夏秋冬，咁一日咧就有24个钟头啦，早上、中午、晚上，
零心嘢嚇。咁每日何時唔係話重複嘅？重複嘅嘢啦嚇，咁地球每一日都轉動啊嘛嚇，都係重複復啊。咁正如我哋一樣，係每一日咧都係有早上起床嘅，起床係點嘅咁啊？點點點咯，係嘛咁啊？該上班嘅上班，該休息嘅休息嚇，好似今日我休息嘅咁我咩啊？重複復咧，我喺後花園啊嚇，每一次啊我休息嘅時候咧，總係喺後花園嗰度咧，就係做節目嘅。咁話呢個人啊，咁啊係咪做出相嘅人啊？咁對，冇錯冇錯，我幫佢講係冇錯。當你如果你係從做節目，從做呢、這個啱啱做嘅時候，你可能你就喺度適應階段。當你一做開咗之後，你做下哦，咁你就等於係一種非常之有一種樂趣喺度嘅。咁呢種樂趣咪樂趣咯嚇，就係、是、一句話就係、是。我覺得做節目啊，做成啊，係非常之開心的一件事情嚇，你又可以暢所欲言啊嘛。先頭我幫講過嘛，隨心所欲，暢所欲言呢八個字嚟講啊，而家就係我覺得誒呢個係非常之好啊。哪怕你一支公一個人都好啦嚇，啊就今日休息又一個人咯嚇咁啊，好起床 ，OK， 囉囉嗦嗦，重重復復咁無妨噶。最重要你是暢所欲言的、啊、有人說、啊、你說那麼多東西是不是有沒有具體一點你今天、啊、具體的東西在哪裡、其實生活上沒什麼一定是有具體的安排有具體的策劃其實有時候東西來說就是叫做冥冥中其實有時候是順其自然所以我今天又說一句詞語叫做順其自然有些事就計劃一次就可以了不用重重複複但是順其自然就是我們人生就是順其自然還有一個隨遇而安什麼叫隨遇而安當你遇到什麼的時候你要放低個心態來去、會穩定自己的情緒你做到能夠話一句話咧，就係、是叫做開開心心過好每一日，呢、這個係亦係好關鍵嘅嚇。開開心心，即係好似我咁樣嚇，每日咁開開心心，咁係咪真係開心咧？咁我覺得咧，都係覺得開心嚇。咁開心之餘，肯定你當然你會有時會諗下其他，諗下嗰樣嘢啊，古靈精怪啲嘢咁，係咪先？但係嗰啲就係調味料啫，係嘛？其實大方向係開心嘅。咁你有情緒嘅時候，就相當於甜酸苦辣嘅嗰、那個醬味料啫，即係係嗰啲係你嘅豉油醬醋嘅，係咪？所以人啊，講係種快樂嘅嘢啊嘛，特別我而家我。一早起床啦，幾好啊！天氣幾好啊！咁啊，藍藍白天啊，下藍天白雲嘅咁啊，空氣特別清新啲啊，聞到啲氧氣啊，啲大氧吧咁啊，係咪覺得心情為之一振咧，係好爽噶嘛？所以呢個時間嚟講啊，已經係9:50嘅呢個時刻，就覺得啊，好爽好爽利啊，空氣好清新好清新。咁你吸啖氧先，哇！係即刻成個人都係。唔同啊！今次早咧，我冇飲到茶嘅嚇，但係我已經煲緊水噶啦，所以但係我為咗做節目，我又係水都未飲一啖添啊，喺度講啊嚇，咁真係，所以可想而知，一個人嚟講就係、有時開心就係咁簡單啦，哪怕你好口渴、好口頸渴，咁但係你有時啲嘢想講咁，你有時就係、是、我首先我先講先，然後一間先再咩啊？好啦，我先頭你就係講咗十零分鐘嘅嗰啲關於我今日休息嘅事啦嚇，呢、這個環境啊，呢個天氣啊，呢個時間啊嚇啊。好言歸正傳其實都冇咩話正好多話要正經嗰啲咩講嘅嚇咁一間咧我咧就係、是即係預約咗咧我自己個護照過期咧，咁啊今日會去領事館嘅中國領事館咧，我會去辦理即係嗰個護照嘅更新啦嚇，因為過期啊嘛嚇，咁就一間咧就係預約咗係1:00到1:00
點三十分，之後半個鐘頭時間就係預約嘅，就去到嗰度就係遞交表啊咁啊，傾下偈、面談下啦。因為我本身係中國公民嚟噶嘛，我係領事館係我哋嘅我哋嘅家嚇，那個地方就係我哋嘅家嚟嘅嚇，所以嚇就去到嗰度咁辦啦嚇。另外咧就係即係唔知道有冇時間飲茶。一點半鐘咁，如果一點半鐘你順順利利嘅話，你咁翻嚟咧都仲可以兩鐘咧，都仲可以話去飲啖茶啊。如果唔飲茶嘅話咧，我或者可以直接喺嗰度又去到咩地方度做節目啊。上一次星期一咧，咁我班小楊咧就去咗聖誕莫妮卡，聖誕莫妮卡嗰度咧就係喺個海邊嗰度啦，咁啊拍咗好多做像啊咁樣嚇。咁今日係咪大面試之後咁同樣？睇下去啊邊度啊？去啊某個風景區度啊，或者點點點啊咁樣，又係拍啲錄像啊！其實咧就係我講，要喺風景區嗰度咧就係拍啲錄像咧，非常之易，非常之大。唔同我而家咧就係你好似係後花園嗰度，係咪一支弓喺度演獨唱戲啊？平時啊揸車啊揸部車啊邊揸啊邊拍錄像嘅咁，但係如果我去到風景區度，咁個風景區非常之靚啊嘛，好有吸引力啊，係咪先？咁大嘅咁我拍出嘅嘢可能。希望你話：哎呀，呢、這個環境唔錯啊，環境唔錯，幾好幾好啊！嗯，冇錯，所以喺風景區係更好啦，係咪先？更靚啦，特別見到大海啫嘛，見到太平洋啊，太平洋啊，大西洋咧。我呢兩年冇去過大西洋，大西洋係喺東邊嘅，而家我喺西邊嘅。OK， 所以我有時間翻嚟啦，咁啊，嚟。哎呀先，哦好好得，嗯嗯嗯，好，嗯，好咯 ，hello， 系，辛苦啦，系啊，几啲头啊，呢啲歌系冇错，好，嚟照下啲歌啦，嗱，啲歌啦，嗱啲歌喺呢度啦，哎呦，嗱啲歌啊喂，嗱啲歌系咁啊，呢度嗰边多啊，嗰度唔得个太阳晒住嘛。哦，得你拎嚟，得咧都睇到啊！嗱，呢个啦，红色红当当啊啦，红当当，嗰个先红当当，嗰个几大个啊？系，有冇见过咁大啊？系，嗱，好似我块面咁大噶啦，差唔多好似我块面咁大。